长4211，相对高差894，支架28个，客运吊箱84个，吊箱间距为115米，每箱可乘8人，运行速度最高每马6米，三项运量每小时1500人。置身宽敞舒适的吊箱后，两侧有铁皮支撑。向前走，并越是穿越华山区，您将经历边花花鸟鸟、山根、景色、景区、并河山的豪情。太华山道、直塔、上山风、下山隧道、清晰的夜晚，没错了。